哎，这课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没吼。哦，好。啊，过来休学哦，讲第二节课吼。啊，对金门回来了后，休学就去哦，算正开始嘛，回去台北。你台北办桌啊，迄个时阵，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咧开安亲班啊，休学去遐斗三工。斗三工有一摆吼，阮就带迄个国校啊。三年，一年嘛有啦，一年三年，拢总有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道，啊，我甲因讲，我就讲啊，明仔爱穿整齐服装，哦，穿学校制服，咱来求道，啊，大家乖乖，啊，学生，大家生完了讲心虚，伊就问啊，讲老师啊，求道是要拜什么？我就讲拜仙佛啊，啊，就开始问啊，仙佛长什么样子？哇！哦，仙佛长什么样子？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拢是咱想出来的。哦，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咱唔捌看过嘛，对不？咱看无。啊，所以迄个时阵想讲，哇，这囡仔太安尼哦，这个手、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的安尼吼，啊就讲啊，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你就会看到仙佛啊。哦，安尼就会看到仙佛好。啊，过天刚因就讲好，安尼我要来看仙佛，啊就六个就来。不等吼啊，因为囡仔嘛，所以就无开始道义，就直接请单。啊，请单点完书，迄、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啊，念落了后，迄内底啊，因六个原本徛好啊，真整齐啊。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啊，老师，紧走哦，不等有鬼哦！哇，哈哈听出来哇，一个出来，大家就拢走出来啊，拢哇，紧走，紧走，哇，走出来。走出来后，甲王讲师就约出来啊！王讲师约到了，讲胡说啊！佛堂怎么会有鬼？佛堂太有鬼！用哇，老师你敢无看到？哦，迄一个几啊百只手、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嗯，各位真人，恁想这是啥物？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嗯，咱请单一请落，伊就看到，迄囡仔看到了，阮其他拢戆戆。但是来的，我讲啊，这个就是仙佛啦，进来进来。但是我跟王讲师的底下讲，这胖来乱的款，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无乖。啊，过来，咱请坛了的爱跪读深情喔，啊，就跪落来，啊，就开始哦，啊，就跪在三诶、什么明明上帝莲下，又升起三奇应运弥勒古佛，诶，六个另外一个，不是拄正讲迄个哦，另外一个，伊就向比诶比佛道讲，诶。肥滴肥滴肥滴坐在佛道面顶，哈哈哈！因为，嘿啊，哦，我就胡说胡说，嘿，哦，啊，结果求道了，阮三宝分开来讲嘛，也面顶的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啊，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啊，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那就是弥勒咒书啊，囡仔拢伫巴肚顶白有啊。迄个讲啊，拄着迄个时阵，哦，你看，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干那楼卡有尔，啊，伊伫楼顶就先讲，哦，讲都是这个，哦，这实在不可思议，哦，我啊，过来继续，迄伫板道的时阵啊，我就甲王讲师，咦，奇怪啊，因太看有，我开始问，这个嘛有，这个嘛有，这个嘛有，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啊，剩一个嘛，剩一个无，啊，就板刀板刷啊，板刷，我就抓落来，抓来就讲，哎、欸，啊，你一定是不恭敬啦，哦，不是你啦，吼、哦，你一定是不恭敬啦，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怎么你看不到？那太你无看到，刚刚你无看到，结果伊讲，谁说的？我有看到，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因为我哪有看到，伊看到跟迄无同款，啊，我就真心想，我问讲，啊，你到底看到啥？因为他看到的都对外靠下来，都对外靠背下来，因为他看的那个对佛顶啊，佛顶照出来，他说那个佛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一粒头对那个不出来的呢，啊，他说出来吼，哦，那个很吵的，哦，那个很吵的，哦，就是我们老师啊，我们这公老师啊，说那个很吵，哈哈，啊，很吵的，老师来了，他说刚开始就四界走，四界走，说我们这些徒儿啊安怎的啦？还是讲心情郁卒的，伊就甲你灌酒啦，甲你创。其实咱拢唔知影，这囡仔讲，囡仔讲啊，阮就问啊，讲啊，老师手有摕啥无？伊讲有，有摕一个亏心，但是迄吼亏心，
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哦，稻啊落拔起来迄种诶，啪啪啪做大声。诶、欸，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起迄种。哦，蒲扇啊，迄种诶啪啪啪迄种。哦，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诶，因大家拢有看到。哦，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讲啊是安怎因看有，啊做音波书还是看无？啊哦，讲这应该是安怎嘞？哦，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确实是有啦。哦，咱讲有神佛。啊，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咱就无照翘。但是你讲无照翘，敢真正无神佛？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哦，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有哦，最近有咧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哦，这确实是哦，咱这个殊胜哦，不得了啦。啊，所以后下伫台北，我那个伫遐做工课，做尾差不多半年，我还未挖一年啦，还未挖一年，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安尼。啊，但是咧，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你看咱时代，咱拢会安怎想？啊，这囡仔。囡仔毕业，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照理讲就爱赚钱啊，爱饲家啊。他有闲讲，哦啊，去台北啊，拢无提钱回来，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有淡薄啊反对。啊反对慢慢啊就变作压力啊，就讲啊叫校校一定爱回来咧，彰化这边啊校校就想讲，安尼嘛好咧，无较早自高中出来，拢无回去算彰化遮。啊，那无即阵当爱中华才生存，安尼嘛是会使的。所以后下呢对台北当爱中华，啊，当爱中华的时阵，后下就伫佛堂家，甲咱老师讲，我就讲啊，老师放心，我当爱阮中华，啊，后下这个心嘛是袂退啦，我当爱遐适当，现在当爱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安尼。但是吼，后下你发现吼，真来会甲师父讲这种话，大部分拢是准备要退。上好吼，咱平常吼，卖去甲神父讲哦，我就是一定要做啥，你先去做，再过来讲。嗯，你底下讲哦，打包票甲上阿尾啊，迄种立愿不了，无好。你宁可你先去做，做偌济再过来，拄着问题无法度解决，再过来找老师讲。哦，安尼可能较圆满啦。你卖讲先画，画画诶，甲上阿尾啊，哎呦，规个拢安怎，足够讲诶，但是啊，就慢慢做，安尼就无好哦。哎呦，啊，等下讲话了。啊，就开始找工课。啊，拄啊，迄年算咱那以台湾来讲，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就是脚踏车的工业，哦，自行车啦。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但是后下到八十几年，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哦，啊，所以后下迄个时候想讲，哇，咱这都做这道应该够出脱，所以后下就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我就做这道，啊，这道当然，一做内存是真高，但是压力嘛真大，时间做工课，时间就真长。所以有的人吼，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对吧？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安尼敢无了解？对吧？你互人看，哇，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的面，就变作你，变作扑克脸啦。那就讲，那无内存的物件，你拢懒得去的对啊，无报酬的物件，无都无啥想要去。就是讲，咱的私心就变作足重的啦。哇，这种嫉妒心、嗔恨心，哦，逐项弄出来。啊，所以正开始来道场，等下中华的时候，后下正开始嘛在接引道场。但是慢慢啊，咱家己就会有一种能够压价的对啊，家己压价吼，就底下讲啊，佛堂点安师对我有意见啦，啊，我无适合遮啦。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你知道？会有借口，你要慢慢啊，全部来接近。啊，来接近，后下就开始拢赚钱啊。早时啊六点出门，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规工咧赚钱就对啊。啊，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哦，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但是后下慢慢哦，因为着做工课，后下出去社会啊呢，虽然讲迄个心啊未断啦，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我嘛是会回来啊，发挥。可能买回来这一两点钟看着就走啊，安尼啊。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我感觉讲袂过了。啊，就是讲迄个时阵，后下就变作这款的人。啊，你想讲这款的人，其实上天同款慈悲，
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啊，照你讲，过来发生车祸，那遐严重的车祸吼，大部分拢倒去啊，拢倒去啊，啊，结果神父感官因为哦，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我那有诚心，所以甲你拨转。啊，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就出车祸，出车祸，啊，迄摆车祸真严重，有遐早时啊。差不多七点半，迄天差不多七点半出门，啊，七点半出门，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迄参花路，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我那真大条啦，一台车会使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哦，一台车会使行，啊，我拢行迄个水板，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我经过十三个庄吼，啊，就行迄条准到边的路。啊，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差不多20公尺悬。啊，后下啊，多摆对面顶撸落嘛，撸架撸落，撸落啊，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伊要安怎要爬起来，所以伊油门安怎吹甲，甲吹甲紧绷，啊，两只怎烧拢？哦，两只啊，多摆对啊，多摆安尼烧拢，弄落，后下人甲啊多摆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弄落，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晕神去啊！啊，晕神去，他有过，应该是他有几秒钟啊，尔啦，吼，无足久的，又还得搁精神啊，搁精神，我徛伫迄个路中，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甲又黑龙迄个囡仔，哦，就足紧张的，就牵伊啊，都摆徛啊，就吹来吹来吹来，啊，就紧走起啊，哦，肇事逃逸啦，吼，嘿，啊，过来又还得看，哎呀，伊太遐紧张，搁在看，哎，水沟内底。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麦啊，啊阿多麦啊嘞，阿多麦佫缀一个人，迄个人吼，迄上半身啊，插伫水内底，哦倒插就对啦，啊两只脚伫水面顶倒插插伫水内底，啊伊啊看到伊安尼，我就讲哇，啊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紧来甲救，啊要来救的时候，才发现讲，哎，啊这只阿多麦就我的嘞，啊这个就我嘞，哈哈。那才发现着讲，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啊，这什么意思？灵魂出窍，哦，这算客气啦，迄叫做要过身哦，要过身这才出来，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加厉害个，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不是讲灵魂出窍，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不是，迄是讲要过身啊，哦，迄村规口开安尼有啊，所以灵性先出来。咱遮毋知捌看过人过身无？过身真正毋是咱喘者喘者喘者，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哦，灵魂已经出来。啊，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我才了解讲啊，拄正出车祸，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哦，后摆咱若有这个机会会看到这种诶，就讲看到家己疼啊，做歪起来，甲花歪起来，啊，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哦，啊，所以毋是爱修道爱办道，咱即种修道办道，互咱了解讲哦，咱人。走去了后，还有一个世界在里。哦，这点后学这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学来？上主要嘛是甲各位在人讲这个，是讲，不是讲死了后什么拢无啦？啊，后学死过一摆，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哎，阁有啦，阁有哦。啊，后学就看到安尼啊，我就迄、那个等一下，迄、那个时阵吼，迄、有一种美术，咱这阵愈放影机同款安尼，一直放，一直放，哎，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一直来。啊，第一个画面是啥呢？后下伫台北，我已经佛堂，我要回来的时阵，甲老师甲神父讲的话，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后下的第一个就是愿啦、愿啦、愿力啊。所以有当时啊，确实是安尼。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还是你的愿力较大。你的愿力较大，你就继续安怎？继续了愿啦。啊，你若业力较大咧，你就。还债啊，你有可能就一命呜呼啊，就归心去啊。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确实有差差伫遮啦。有的人破病病甲真重，但是咧，伊就妄行妄行，行到啥物啊？行煞，赶快生软如棉啊！这嘛是一种情形。啊，有的咧，伊都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无死有哦，这种个就是啊，像后学者就是，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拄到个时阵，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就无遐严重。啊，有啊，就想讲啊，安尼这条弯我也未了，啊，我若转去，我嘛是这条弯无了，我嘛是爱阁落来啊。安尼假使讲我即阵卖转去，我对遮看有较机会了弯无？我安尼想吼，
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我就讲的，你都唔知影。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只有点传书才会用来做。就是讲求道，咱点传书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后下个灵性对到位入来呢？对这点入来，入来辛苦哦，对外口哦，安怎个雄雄？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会唱水过啊？会遁地，哎，确实，吼。有法个怎灵性呢？泪水入来胸口，入来胸口了，真疼，胸口足疼啊！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所以胸口足疼。有法就想要爬起来，因为藏伫水内底啊，想要爬起来，一出力，这个灵魂搁走出来。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啊，生菜沙拉，咱煮个沙拉，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怎安尼煮落有无？沙拉就走出来。有法去的时阵，就有这种感觉。我一出来，未输迄个人，就我好生出来，我飞出来，安尼了解吧？哦，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走出来有法就讲，我不爱啊，我出来就死去啊，我要搁回来啊，搁入来，搁试看卖，搁出来，搁走出来。等于讲，这个身躯吼，死到要差不多去啊，无法度再力啦。哎，所以有法怎搁入来了，我唔敢出来啦。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所以我就不爱出来，我就用想的。是讲我要站起来，我要活下去。这样讲，那是讲被挖、歪挖的时阵，差别就是差的啥，叫做意志力啊，意志力，一种意志啊，被挖起来迄个意志力，有法个，我一定要挖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啊，讲嘛奇怪，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有法怎压起来，看到迄个光，就是头颅啊压叮当了对啊，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啊，看到光了后，啊阿妈棍足疼的啊。我整个人就又忘记了，又昏去了，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我如果接到离我出车祸的地方有2公里远，我如果接到要出门，他怎么对他们家出来，怎么看到说，诶，啊，他有一个少年人怎么拍在阿多巴亚面上，阿多巴亚噗，跟他们家怎么停下来，我如果接到就想说，哇，这是怎么不良少年跟人相拍，紧要去报警察啦，我如果现在出来才说，这就啊，接个因后生啊，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啊，后学去病院了后，就报警察啦，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可能会过身嘛，所以就先报警。啊，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啊，对关啊，接个因头开始找等于，啊，找到现场，伊就讲啊，这哦，家己徛伤紧，弄电火条啊，哦，那个警察来说法啦。啊，结果。因就讲，啊，那弄电火条是安怎？它有2条刹车痕迹，啊，过来嘞，涂骹全部拢碎片，系啊，啊，过来水沟啊内底嘞，装油甲火，哦，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啊，警察讲，啊，安尼，啊，多摆啊是安怎？它会对水沟啊，佮走起来路中，啊，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去看哪只引导。啊，这就是讲，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就是讲。有法感觉讲，哦，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吼、哦，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吼、哦，伫别个甲咱帮助，咱修道办道吼，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有法个感觉吼、哦。啊，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你有行道场才有哦，迄是讲你这个人呐，修道哦，有求过道，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哦，先佛就甲你庇佑。啊，有法断言了，阮爸爸想讲啊，这阿多拜啊。都要个会徛，啊，无来个牵来修理。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头前链啊，卡掉的啊，发袂起来，无当紧。要牵袂行，迄几个链啊了，弯卡掉的。啊，奇怪呢，迄个时阵阁有通徛2公里呢。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個，要讲红信，我拢讲，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因为吼、喔，我家己都唔信，我都唔信，因为后来我再去看，我透可能这阿东哎对。这水沟佫飞起来，路中佫对路中驶2公里去弯道，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连那警察都唔相信，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嘿啊，写肇事逃逸，所以有法即阵是案底的呢，我有案底，啊未销案咯，哎呀，迄哪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也是抓到迄种等下飙车主还是超速的，有阵时啊就会找有法去看卖啊是毋是啊，哎呀，啊但是这。要怎麼應證？這就是說，既然說，啊，開始天恩師德啦。啊，再來就送去病院。
其实即大家有法拢昏去啊，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啊，伫病院的时阵，有法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都系医生啊，医生拿一支眼啊呢，全夹出来，啊，直接咧动手术，啊，揪出来，啊，有法怎痛甲精神？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迄唔知你说啥，过来就讲，范先生，你醒了，再忍一口气，啊，怎过去？吼，过来咧动手术啦，啊，有法。可怜啊！我底下安尼拽，安尼拽，对啊，吊安尼，啊，疼疼到啥啊？要冻袂掉，搁安怎？搁昏去，啊，无就吐白泡啊，搁昏去，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算讲处理几点啊，真痛苦哦。好啊，就底下急救啊，才救到十二点哦，十二点，有法在是时间拢用按哦，用按的尔。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但是应该差不多啦，因为你着看，差不多中昼因休困，哦，哎，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啊，中昼手术了，啊，伊迄个医生着讲啊，范先生，哦，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因为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对只插入，啊，对头前只插出来，拄好换个着对啦，安尼了解啦吼，换个安尼切出来，啊，切出来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啊，比咱这个鼻啊较大挂，嘿。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啊啦。哦，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哦，偌恐怖的对啊，诶，真恐怖安尼。啊，过来，迄医生就讲吼，你这有颈动脉、有气管、有颈静脉，讲你这好加载。你的气管动脉无断，你断静脉。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他有人讲这边无断，啊，内底做断。咱安尼是不是无合理？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他有可能讲接无断啊，后壁会断啊，事实就是断这条哦。啊，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哦，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啊，医生讲你那是这动脉断吼，你落落水过三十分钟，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讲你那是断气管，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安怎？窒息哇！哎呀，马上就窒息，立马温死。你拄好带去，这个静脉断啊，静脉会滴流会较慢，吼、哦，愈流愈慢。所以讲，你来病院的时阵啊，血压量无啊，量血压量无呢，哎，输血拍袂入去啊。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迄血拍袂入去，伊结果伊安怎拍？因为你只拄好断一支，伫只拄好对一支直接接入，哦。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接入去输血啦，安尼啊，啊才救起来。哦，所以有哈感觉讲，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那天伦失德啦。啊，过来医生怎讲？伊讲你这伫我家吼，爱观察三天，我才敢甲你听，因为惊讲清无清气，讲落来搞啊，你这拢刷啥拢伫内底，用我才爱清三天，我才敢甲你手术。哎、啊、讲。啊！你若要较紧诶，你就转去较大间诶。啊，所以迄暗，阮爸爸就底下想讲，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啊，你若技术够，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甲着啊。他有讲青伤搁等三天会死未死，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安尼就无合理啊。所以迄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啊，秀团病院迄暗去到暗啊暗啊，医生怎讲？啊，今日伤暗啊，咱手术房无位吼，啊无你明仔才动手术，啊今日先做检查，伊就规个检查哦，电光啦、X 光啦，哦啊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啊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光是毋是啊？安尼搬过喎，规个人爱换温床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先看嘛，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叫怎扭起来吼，又发这个头啊，怎落落？规个落来，爱血怎做规个流落来？流落来，血黑就袂输啥呢？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拢无感觉去。爱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着马上阁转来，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咧，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我感觉我规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啊，电文书各位真人，大家好，大家请坐。啊，不敢当。好、哦、啊，
咱拄正第一节课，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没吼。哦，好。啊，过来休学哦，讲第二节课吼。啊，对金门回来了后，休学就去哦，算正开始嘛，回去台北。你台北办桌啊，迄个时阵，阮有一个王讲师，伊咧开安亲班啊，休学去遐斗三工。斗三工有一摆吼，阮就带迄个国校啊，三年一年嘛有啦，一年三年，拢总有六个学生，伊就讲要求桌。啊，甲因讲，我就讲啊，明仔爱穿整齐服装啊，穿学校制服，咱来求道啊，大家乖乖。哎、啊，学生，大家生完了讲心虚，伊就问啊，讲老师啊，求道是要拜什么？我就讲拜仙佛啊，他就开始问啊，仙佛长什么样子？哇、啊，哦、啊，仙佛长什么样子？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拢是咱想出来的。哦、啊，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咱毋捌看过嘛，对不？咱看无。啊、所以迄个时阵想讲，哇，这囡仔太安尼哦，这个手、口齿这样尼啊伶俐了安尼吼，啊就讲啊，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你就看到仙佛啊，哦安尼就看到仙佛好。啊，过天刚因就讲好，安尼我要来看仙佛，啊就六个就来佛堂吼，啊因为囡仔嘛，所以就无开示道义，就直接请单，啊请单点文书，迄、那个请坛词啊一念落吼。啊，念落了后，迄内底啊，因六个原本徛好啊，真整齐啊。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啊，老师，紧走哦，佛堂有鬼哦！”哇，听出来哇，一个出来，大家就拢走出来啊，拢哇，紧走，紧走，哇，走出来，走出来后，甲王讲师约出来啊。王讲师约到了，讲胡说啊，佛堂怎么会有鬼？佛堂太有鬼！用哇，老师，你敢无看到？哦，迄一个鬼啊把。几手几啊百粒目睭的跪伫迄佛道面顶，各位在内，恁想这是啥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咱请单一请落，伊就看到，迄囡仔看到了，阮其他拢戆戆，但是迄内底，我讲啊，这个就是仙佛啦，进来进来，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这胖来乱的款，一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无乖，啊，过来。咱请坛了，就爱跪读申请，喔，啊，就跪落来，啊，就开始，哦，啊，就跪在三，什么，明明上帝莲下，又升起三奇应运，弥勒古佛，迄六个另外一个，唔是拄正讲迄个哦，另外一个，伊就向闭耳闭佛道讲，哎，跪低跪低跪低，坐伫佛道面顶，哈哈哈哈，因为，嘿啊，哦，我就胡说胡说，嘿，哦。啊，结果求道了，阮三宝分开来讲嘛，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啊，老卡为因这种国小的讲，啊，传来阮川堂遐多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那就是弥勒祖师啊，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无？伊就讲啊，拄着迄就是这個，哦，你看，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干那老卡有尔。啊！伊伫楼顶就先讲，哦，讲都是这个，哦，这实在不可思议，哦，我啊，过来继续，迄伫板凳的时阵啊，我就甲王讲师，咦，奇怪啊，因太看有，我开始问，这个嘛有，这个嘛有，这个嘛有，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伊有看到，啊，剩一个嘛，剩一个无，啊，就板凳板刷啊，板刷，我就抓落来，抓来就讲，哎，啊，你一定是不恭敬啦，哦，不是你啦，哦，你一定是不恭敬啦，哈。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怎么你看不到？那太你无看到，刚刚你无看到。结果伊讲，谁说的？我有看到，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伊我哪有看到？伊看到跟迄无同款。那阮就真心想，我问讲，啊，你到底看到啥？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拢对外口飞落来。因为伊看的迄个，对佛顶啊，佛顶照出来。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而且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啊，伊讲出来吼，哦，迄、那个作草诶，哦，迄、那个作草，嗯，就是我们老师啊，咱济公老师啊，讲迄个作草，啊，作草老师来了，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四界行，讲咱这土耳啊，安怎诶啦，还是讲心情郁卒诶，伊就甲你灌酒啦，甲你创，其实咱拢唔知影，这囡仔讲，囡仔讲啊，阮就问啊，讲啊，老师手有摕啥无？伊讲有，又摕一个亏心，但是迄吼亏心。
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哦，稻啊来拔起来迄种诶，啪啪啪做大声。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伊讲确实咱老师诶法器是起迄种，哦，蒲扇啊，迄种诶啪啪啪迄种啊。哦，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嘞，哎呀，因六个拢有看到。哦，啊，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讲啊是安怎因看有，啊做音波书还是看无？啊，哦，讲这应该是安怎嘞？哦，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这个道确实是有啦。哦，咱讲有神佛。啊，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咱都无照巧。但是你讲无照巧，敢真正无神佛？你看慢慢啊印证真济。哦，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哦，最近有个印尼的道亲画出来哦，哦，这确实是哦，咱这个殊胜哈，不得了了哈。啊，所以后下伫台北，我那搁底下做工课，做尾差不多半年，我还未挖一年啦，还未挖一年，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一礼拜去几工啊？安尼，啊，但是咧，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你看咱时代，咱拢会安怎想？啊，这囡仔毕业，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照你讲，就爱赚钱啊，爱饲家啊。他有闲讲，哦，啊，去台北啊，拢无提钱回来，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有淡薄啊反对。啊，反对慢慢啊，就变作压力啊，就讲啊，叫后下一定爱回来咧。中华这边啊，后下就想讲，安尼蛮好咧，无较早自高中出来，拢无登去算中华遮，安那无即阵登来中华遮宣传，安尼嘛是会使咧。所以后下呢对台北登来中华，啊登来中华的时阵，后下就伫佛堂遮，甲咱老师讲，我就讲啊，老师放心，我登来阮中华，啊后下即个心嘛是袂退啦，我登来遐适当，遐登来遐宣传阮的亲戚朋友，安尼。但是吼，有我你发现吼，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大部分拢是准备要提。上好吼，咱平常吼，卖去甲神父讲哦，我就是一定要做啥，你先去做，再过来讲。你底下讲哦，打包票甲上阿尾啊，迄种立愿不了，无好。你宁可你先去做，做偌济，再过来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再过来找老师讲。安尼可能较圆满啦。你卖讲先画，画画诶，甲上阿尾啊，哎呦。规个拢安怎足够讲诶，但是啊，着还慢做，安尼着无好哦。啊，有下等来中华了，啊，着开始找工课。啊，拄啊，迄年算咱那以台湾来讲，即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就是脚踏车诶工业哦，自行车啦。即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但是有下到八十几年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哦，啊，所以后下迄个时阵想讲，哇，咱这着做这道应该较有出脱，所以后下着去找这种卡拉车的零件，哇，着做这道。啊，这道当然，伊做利润是真高，但是压力嘛真大，时间做工课时间着真长。所以有个人吼，当然咱无钱去赚钱，当然是好啦，对吧？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安尼敢无了解？对吧？你。互人看，哇！咱迄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就变作你，呵呵变作扑克脸啦。那就讲，若无利润诶物件，你拢懒得去的对啊，无报酬诶物件，无都无啥想要去。就是讲，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哇！这种嫉妒心、嗔恨心，哇，逐项弄出来。啊，所以正开始来道场，倒来中华诶时候，后下正开始嘛伫接引道场，但是慢慢啊，咱家己就会有一种能够压价的对啊，家己压价吼，就伫遐。讲啊，佛堂点安师对我有意见啦，啊，我无适合遮啦。咱家己会互家己找借口，你知道？会有借口，你要慢慢啊，全部来接近。啊，来接近，后下就开始拢趁钱啊。早时啊，六点出门，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规工咧趁钱就对啊。啊，所以后下我那算退过道，哦，算讲后下捌伫道场真诚心，但是后下慢慢哦，因为着做工课，后下出去社会啊呢。虽然讲迄个心还袂断啦，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我嘛是会断来发挥，可能嘛会断来这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但是这种诶，即讲修道办道，我感觉讲袂过了。啊，只是讲迄个时阵，后下就变作这款诶人。啊，你想讲这款诶人，其实上天共款慈悲，
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啊，照你讲，过来发生车祸，那遐严重的车祸吼，大部分拢倒去啊，拢倒去啊，啊，结果神父感官因为哦，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我那有诚心，所以甲你拨转。啊，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就出车祸，出车祸。啊，迄摆车祸真严重，有遐早时啊，差不多七点半，迄工操七点半出门。啊！七点半出门，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迄参花路，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吼，我那真大条啦。一台车会使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哦，一台车会使行，啊，我拢行迄个水板，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我经过十三个庄吼，我就行迄条准到边的路。啊，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差不多20公尺悬。啊！后下啊，多摆啊，对面顶撸落嘛，撸架撸落，撸落啊，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伊要安怎要爬起来，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个，甲吹个紧绷，啊，两只怎烧拢？哦，两只啊，多摆啊，对啊，多摆啊，那烧拢，拢落。后下人甲啊，多摆啊，怎正手柄这条水沟都安尼个拢落，拢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啊，戆醒去，他又过。应该是差几秒钟啊，尔啦，吼，无足久个，遐就搁精神啊，搁精神，我徛伫迄个路中，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甲遐黑龙迄个囡仔，哦，就足紧张个，就牵伊啊，倒摆徛啊，就吹来吹来吹来，啊，就紧走起来，哦，肇事逃逸啦，吼，嘿，啊，过来遐黑就看，哎呀，伊太遐紧张，搁在看，哎，水沟内底，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倒摆啊，啊阿倒摆啊嘞，阿倒摆搁缀一个人，迄个人吼。迄上半身啊，撑伫水内底，哦，倒叉就对啊啦，啊，两只脚伫水面顶，倒叉叉伫水内底。哎，遐看到伊呢，我就讲，哇，即个呢胖要死去啊，紧来甲救。啊，要来救的时候，才发现讲，哎，啊，即只啊倒摆到我个咧，啊，即个到我咧，哈哈，那才发现着讲，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啊，这什么意思？灵魂出窍啊！哦，这算客气啦，迄叫做要过身哦，要过身这才出来，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加厉害个，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不是讲灵魂出窍，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不是，迄是讲要过身啊，哦，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所以灵性先出来，咱家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哦，灵魂已经出来了。啊！后下迄个时阵看到家己伫遐，我才了解讲啊，拄正出车祸，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后摆咱若有这个机会，会看到这种的，就讲看到家己听啊，做歪起来，甲话歪起来，啊，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哦，啊，所以唔只爱修道，爱办道，恁这种修道办道，互咱了解讲哦，咱人走去了后，还佫有一个世界伫咧。哦，这点后下即阵就是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摆后下来，上主要嘛是甲各位真人讲一个。是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啊，有死过一摆，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阁有啦，阁有哦。啊，有遐看到安尼啊，我就迄、那个当下，迄、那个时阵吼，迄、哦、有一种美术，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一直放，一直放，哎、啊，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一直来。啊，第一个画面是啥呢？有遐伫台北，我已经佛堂，我要回来的时阵，甲啦老师甲神父讲的话，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我要回来这度，愿这众生。后下个第一个就是愿嘛，愿嘛，愿力啊。所以有当时啊，确实是安尼。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候，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还是你的愿力较大。你的愿力较大，你就继续安怎？继续了愿呐。啊，你若业力较大嘞，你就还债啊，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就归心去啊。啊，所以咱有修道无修道，确实有差差伫遮啦。有的人破病病得很重，但是呢他就猛行猛行行到什么样行煞同样身软如棉、啊、这也是一种情形、啊、有的呢他就破病出车后该死怎样没死有、哦、这种就是像后学这就是因为在道场有在修有在行拄到的时候神父帮我们不转一下这样就没那么严重、啊、后学就想说啊，这样这条弯我还没了、啊、我如果回去我也是这条弯没了我也是要再下来安尼告诉讲，我即阵卖等伊，我对遮看有较机会了完无？我安尼想吼，
咱求道，求道的时阵啊，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我像讲的，你都唔知影。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就是讲求道，咱点传师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有法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对这点入来，入来辛苦。哦，对外口哦，安怎个雄雄？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会唱水过啊？会遁地？哎，确实，吼。有法个怎灵性呢？落水入来辛苦，入来辛苦了，真疼，辛苦足疼啊！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所以辛苦足疼。有法就想要爬起来，因为藏伫水内底啊，想要爬起来，一出力，这个灵魂搁走出来。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啊，生菜沙拉，咱煮个沙拉，毋是迄沙拉甲加一空，啊怎安尼煮落有无？沙拉就走出来。有法迄个时阵，就有这种感觉。我一出来，未输迄个人，就好好生出来，那飞出来，安尼了解吧？哦，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走出来有法就讲，我不爱啊，我出来就死去啊，我要搁回来啊，搁入来，入来搁试看卖，搁出力，搁走出来。电工这个辛苦吼，时间要差不多去啊，无法度再力啦。哎，所以有法怎搁入来了，我唔敢出来啦。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所以我就不爱出来，我就用想的。是讲我要站起来，我要活下去。正讲那是讲被挖埋挖的时阵，差别就是差的啥，叫做意志力啊，意志力，一种意志力，被挖起来迄个意志力，有法就我一定要挖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啊，讲嘛奇怪，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有法怎举起来，看到迄个光，就是头颅啊举叮当就对啊。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啊，看到光了后，啊阿妈棍足疼啊！我整个人就又忘记了，又昏去了，啊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我若接到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我若接到要出门，啊伊怎对因兜出来，怎看到讲，诶，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啊面顶，哎阿多巴啊噗，甲因兜怎停落来，我若接到就想讲，哇啊这是安怎不良少年甲人相拍，紧要去报警察啦，我若即马出来则讲啊这都。啊！接个因后生啊，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啊，后学去病院了后，就报警察啦，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可能会过身嘛，所以就先报警。啊，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对我那接个因头开始找等于，啊，找到现场，伊就讲啊，这哦，家己徛伤紧，弄电火条啊，哦，那个警察来守法啦。啊，结果。因就讲，啊那弄电火条是安怎？他有2条刹车痕迹，啊，过来嘞，涂骹全部拢碎片，系啊，啊，过来水沟啊内底嘞，装油甲火，哦，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啊，警察讲，啊，安尼，啊，多摆啊是安怎？他会对水沟啊，佮走起来路中，啊，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去看哪只引导。啊，这就是讲，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就是讲。有法感觉讲，哦，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吼、哦，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吼、哦，伫别个甲咱帮助，咱修道办道，吼、哦，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有法的感觉吼、哦。啊，迄这种庇佑，唔是讲哦，你有行道场才有哦，迄是讲你这个人呐，修道哦，有求过道，基本上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哦，先佛就甲你庇佑。啊，有法断言了，阮爸爸想讲啊，这阿多拜啊。都要搁会徛，啊无来甲牵来修理。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头前链啊，卡掉的啊，发袂起来，无当紧。要牵袂行，迄几个链啊了，弯卡掉的。啊奇怪呢，迄个时阵搁有通徛2公里呢。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個，要讲红信，我拢讲，这有阵时候要讲红灵信就歹，因为吼、喔、我家己都唔信，我都唔信，因为后来我再去看，我透可能这阿东哎对。这水沟搁飞起来，路中搁对路中塞2公里去弯道，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连那警察都唔相信，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嘿啊，写肇事逃逸，所以有法即阵是案底的呢，我有案底的，啊未销案哦，哎呀、啊，迄哪讲残尾也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也是抓到迄种等下飙车主还是超速的，有阵时啊就会找有法去看卖啊是毋是啊，哎呀啊，但是这。要安怎应证？这就是讲，既然讲啊，开始天恩师德了，啊，过来就送去病院。
其实即大家有法拢昏去啊，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啊，伫病院的时阵，有法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拄喺医生啊，医生拿一支眼啊呢，全夹出来，啊，直接咧动手术，啊，扭出来，啊，有法怎痛甲精神？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迄唔知你说啥，过来就讲，发现你醒了，再忍一口气，啊，怎过就？吼，过来咧动手术啦，啊，有法。可怜啊！我底下安尼拽，安尼拽，对啊，吊安尼，啊，疼疼到啥，要冻袂掉，搁安怎？搁昏去，啊，无就吐白泡啊，搁昏去，夹甲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算讲处理几点啊，真痛苦哦。好啊，就底下急救啊，才救到12点哦，12点，有法在是时间拢用按哦用按的尔，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但是应该差不多啦，因为你着看，差不多中昼因休困，哦，哎，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啊，中昼手术了，啊，伊迄个医生就讲啊，范先生，哦，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对只插入，啊，对头前只插出来，拄好换个就对啦，安尼了解啦吼，换个安尼切出来，啊，切出来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啊，比咱这个杯啊较大挂，嘿。空嘴，这个规个怎啊，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啊啦。哦，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哦，偌恐怖的对啊，嗯，真恐怖安尼。啊，过来，迄医生就讲吼，你这有颈动脉、有气管、有颈静脉，讲你这好加载。你的气管动脉无断，你断静脉。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他有人讲这边无断，啊，内底做断。咱安尼是不是无合理？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他有可能讲接无断啊，后壁会断啊，事实就是断这条哦。啊，但是虽然在阿妈棍即大家这气管无断哦，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诶。啊，医生讲你那是这动脉断吼，你落落水过30分钟，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讲你那是断气管，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安怎？窒息哇！哎呀，马上就窒息，立马温死。你拄好带去，这个静脉断啊，静脉会滴流会较慢，吼、哦，愈流愈慢。所以讲，你来病院的时阵啊，血压量无啊，量血压量无呢，哎，输血拍袂入去啊。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迄血拍袂入去，结果伊安怎拍？讲你只拄好断一支，伫只拄好对一支直接接入，哦。对静脉直接接入去的对啊，接入去输血了，安尼啊，啊才救起来。哦，所以有哈感觉讲，你就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那天恩师德啦。啊，过来医生怎讲？伊讲你这伫我家吼，爱观察3天，我才敢甲你听，因为惊讲清无清气，讲落来搞啊，你这拢沙啥拢伫内底，用我才爱清3天，我才敢甲你手术。哎、啊、讲。啊！你若要较紧诶，你着转去较大间诶。啊，所以迄暗，阮爸爸着伫遐想讲，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哦、啊，你若技术够，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天甲着啊。他有讲青伤搁等3天会死未死？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安尼着无合理啊。所以迄暗着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啊，秀团病院迄暗去着暗啊暗啊，医生怎讲？啊，今日伤暗啊，咱手术房无位吼，啊无你明仔才动手术，啊今日先做检查，伊就规个检查哦，电工啦、X 光啦，哦啊超音波啥拢定做得着，啊定做伊迄度像照电工是毋是啊？安尼搬过喎，规个人爱换温床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现看嘛，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摸，叫怎扭起来吼，有法即个头啊怎落落？规个落来，爱血怎自己个流落来？流落来，血压就袂输啥呢？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向向禁电去？你着啊，电火向向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哎、欸，拢无感觉去。爱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着马上阁转来，哎、欸，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咧，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我感觉我规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像照电工是不是啊？安尼搬过喎，规个人爱换温床啊。因搬的时阵啊，脚手现看嘛，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但是
后壁头袂记咧摸，叫怎扭起来吼？叶学这个头啊，怎落落？规个落落，爱血怎就叫流落？流落叶学就袂输啥呢？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你着啊，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无法度想，无法度讲，无法度呼吸，总停，哎，拢无感觉去。爱护士紧甲这个头安尼压起来，压起来，啊，就马上阁转来，哎，会用想，会用呼吸，但是咧，有一个。整个头壳拢血，我感觉我整个嘴啦、鼻腔啦，还是咧目睭感觉啦，整个拢血吼，拢血。啊，所以第一天真可怜嘞，第一天就足可怜啦。啊，第二天啊，第二天就拜六啊，拜六想讲早时啊，就要动手术，叫做来的是一个迄、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啊，这是啥物？叫做实习医生哦，实习医生。啊，伊来就讲啊，范先生歹势，啊，你的医生吼。是因对台北请落来，伊讲那秀团来讲，因外口请的医师，因拢周休二日，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啊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所以今日无通甲你动手术，明仔嘛无法度。但是医生有交代，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哦，爱甲你清者。啊，结果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因为我这阿妈骨原本是用迄纱布卡的，啊，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其实这是半病。那空嘴遮大，伊裂开血管就哇疼，迄血规个拢钻出来吼。咱即搭只看布袋戏哇，迄头剁掉，迄血毋是乌白飞，迄都袂输迄种个，你知道？迄血怎安尼钻出来？血溅吼、哦、三尺，迄规个护士、医生个衫拢肿血啊，扭嘞一疼，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撑起来哇，迄血规个拢钻出来。我抓出来，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伊想讲哇，即、這个头壳太断个两过，因为确实有伤就对啊啦。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应该就是断两过。怎治迄个急救人啊？哎，原本就是迄个加护病房，所以医生啦、护士大家拢围过啊，六七个都围过来，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甲你电嘞，安尼哦，有够可怜嘞，无死虾米啊死去，伊迄个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无？直接甲你灌落，啊！你鼻腔都原本都要过会输，怎安那直接甲你灌落？哦，迄袂输去有人揢迄电针对只甲你针落，啊，真艰苦。啊，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胸胸休克，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啊，你就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啊，毋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怎讲啊？我就想讲，哎，透烤肉的味安尼，还是。其实应该是无啦，迄个干那电的声，但是你会听到迄种电的声有无？滴滴，啪啪啪啪啪啪，哇！啊，后下就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啊呢，啊，有够可怜的。啊，后来迄医生到见面啊，因就直接看讲，伊说干那血流出来尔，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所以无问题啦，无问题就丢掉丢掉。哦，这算乌龙事件，但是后下真可怜啊，底下红，那像秘书用零滴啊。啊！医生就开始换药啊，换药啊，伊就把这肉啦、血啦，规个拢夹出来哦，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外口洗洗，再搁放入。啊，放入了后，伊就讲哦，反正你这吼、哦，因为惊讲拢黏做伙，我看吼、哦，用迄个棉花啊，温生理食盐水，甲你吐个开，安尼等下甲袂黏做伙。所以伊就开始听，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超级大包啊，迄种迄、那个迄等一下。棉花也算清洁用的棉花，结果后下阿妈棍遐伊个另外拆三包，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你去想讲，这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就是遐大空吼、哦。啊，用料才盖起来，啊盖起来伊就走啊走啊！后下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边，迄两桶啊，我红红的血两大桶，等于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啊，过来。迄、那个实习医生走，他等下护士就来，护士讲：“哎、欸，范先生，你这爱食一挂抗生素吼，甲、哦、袂发炎。”啊，伊就摕迄抗生素和药盒啊。我想药盒想讲应该吞下落吧，用吞的，吞看卖，吞看哪后怎佫吐出来，一疼佫吐出来。哎，护士伫边仔看讲：“啊，抱歉抱歉，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啊，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的，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所以伊就唔知影。我想讲哦，确实，那、哦、咱人啊衰，嘿，哦，呵呵啊，都什么拢来的对啊，啊，可怜。好，啊，护士就讲啊，安尼我甲你抹做粉，你用啉的，安尼看，
看嘛啉会较舒服哦，啊，就用啉的好。啉落同款，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啊，佫有血，佫有痰啊，拢黄色的。啊，护士讲安尼要安怎？啊，无你摕互你棉花棒，你用温的温嘴唇，安尼慢慢啊食好。迄一杯啊羹尔，细细杯啊，啊，许下温安尼吼，安尼温的来食吼，差不多爱温两点钟啊。迄细杯啊羹有无？佫无满哦，差不多三分之一安尼尔，一杯啊羹爱温两点钟。迄第一杯温到要打的时阵啊，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两点钟还吃一块继续运，哦，我可怜了对吧？哦，真可怜。拜六礼拜，哎，换药啊，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伊就来给你看者。第一拜是咪迄棉花给你撑着，啊，第二拜换药啊咧，要扭开个迄个棉花夹夹出來。我迄我那真疼，因为咱后边内底拢规个拢血啊，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效的表情啊。哎呀，插来药效无感觉，伊就夹出來，可能无夹着吧。那插来，好像迄个表示安怎？插掉啊，伊就哦，佫抽起来，啊，才佫夹出。所以有阵时是足可怜的，对啊。那你个时阵，拢家己个信心拢会动摇，讲哦，啊，是安那太我伫受这种苦，是安那后学伫受这种苦。哦，有阵时也这种想法的。后来咱就想讲啊，明仔就要动手术啦，佫忍者。啊，拜一，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结果。拜医生一来，哎，阿幺阁是同款是学生囡啊，啊是安怎阁是学生囡啊？伊讲啊，歹势，你迄个台大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啦，所以咧，我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叫做教师节，补假一天哦。啊，那无法度，那无代无志嘛是同款请三天去。原本就是想讲，伫阮遐，伊讲爱观察三天，你会惊你唔只转来上好的，转来上好会甲你请三天。啊，是安怎共款转来上好，佮甲你签三工业力啊、业力啊、该行的啦，就是要互你受苦啦，欸，要互你艰苦，毋是爱互你大病，无得互你死去啊。哦，所以这业力现前，有法去的时阵，哦，真正可怜。啊，当迄工过来拜一，佮来共款拢换药啦，共款拢痛苦。佮迄工的中道有法在伫遐咧想讲，咦，我有求过道呢，我是道亲。有怕才想起来，因为巴肚枵，想讲我有食菜，才想起来讲我是道亲。啊，想起来道亲，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三宝，系啊。所以有怕迄个时阵，才底下想讲啊，我是道亲，啊，我伫道场修道办道呢，啊，修道办道太过受着这尼啊可怕的痛苦，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啦。所以有怕怎底下想讲啊，那是我欠恁的。我就全部拢行恁啦，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德啦，讲有功德我拢给恁啦，安尼啦，啊求恁帮我刷安尼。许我安尼想的时候，我也想起来讲啊，对，咱求道有得三宝。我那底下想讲啊，等下医生若来，我要来用三宝。啊，各位真诶，咱三宝会记得阿未？会阿未啊？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爱安怎拄着你搁清楚才有效。哦，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留啊复习。无你正刚拄着，你都遐青惊，你都啥物袂记咧啊？你要安怎用三宝？无法度。所以平常都爱留啊，哦，复习三宝，大概拢爱去复习。然后办道，咱有人咧讲三宝，大概去听。哦，那听久，咱家己才会通啊。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正刚要用袂出来，敢那惊都戆去啊！哦，像遐，即阵讲会拢无遵守啊，啊拄着讲会才有遵守。哦，这有法来强调啊！哦，啊，过来，伊就开始迄个等一下中道要换药啊，医生就过来啊，啊来，伊就伫边啊伫等啊，伊伫等讲哦，药学原本那听到声，我拢会紧张紧去揪迄边啊铁啊，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揪嘛，所以药学就手棒软软，爱手白掉呀，啊药学就啊好啊，无就来用三宝。啊，过一阵呢，你看。有学用三宝，甲无用三宝，啊，医生来换药啊，恁感觉啊，安尼有差啊，无差？哈，啊，会听啊，袂听？哈，恁可能拢听过啊。较早有人讲拢袂听，我拢袂听啊，无你来首先，我来拍看你会听。同款会听啦，咱这个咱的三宝，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上主要是给咱一个解脱的方法，叫做超生了死。印证讲，咱人有一个灵性，咱有一个灵魂呐、啊。印证这件代志，
唔是讲哦，我第三步用落，啥物拢未听，用落，感觉出车祸、车弄、车歹，我无代志，无啦，唔是迄个方法，迄是干呐？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假主人安尼啦。哦，有一个肉体是假，有一个灵性是真，所以后下就用三步，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进前伊换药啊，吼，迄血拢超只大桶，规桶杀出來。啊，即摆药啊换了咧，迄桶、迄规桶无血啊，一寡尔。后下看可能超只杯啊。啊，当然了，差足济啊。迄医生就伫问啊，吼，范先生，你都不会痛哦？你拢未痛是无？我嘛无看你嗨，因为进前拢会嗨啊，啊，无就一直出来对啊抓。啊，即摆换药啊，拢无抓，那拢未痛。啊，有哈无法度讲话，我用写，我讲听当然嘛是会听，哦，痛是当然会痛，但是我无去忍，无去出来甲伊拼，我接受啦。所以就是安尼，反正足痛，正常就是一直出来嘛，一直出来。啊，即阵呢，出来听一下，知影讲啊，这假放掉。痛嘛是同款的痛，迄毋是讲哦，你都有法度安尼扎来拢无差安尼，无法度啦。就是讲有两时听啊，哦，扎来一下啊，但是咧，咱就马上想着讲啊，这个肉体是假。啊，就搁放落来，啊，咱就有差啦，差别就伫遮，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咱若有求过到拄着的时阵，咱就知影安怎，哦，会使放下。啊，所以你看迄换药啊，都差真济啊。你辛苦，你看原本流啊济血，结果流一寡血，这就差足济啊。医生家己就知影，知影讲哦，安尼你这一摆无共款，唔知倒伊无共，哦，伊唔知影，因为无求到伊就唔知影。哦，咱若有求到，咱拢知影。哦，啊，恭喜大家后摆啊，希望恁拢无机会用对吧？哦，啊，那有当然就是，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啊啦。哦，后下算是听过来的人，甲恁讲，那恁免听，后摆恁就会用。哦，啊，过来，就只好迄天嘛是拜日，嘛是拢继续换药啊，等拜日，拜日再去医生来，啊，就怎手术了，就 OK 啦。伊也算早时啊八点后下就第一位入去手术。啊，一直动手术，动到下晡点半才出来。哦，迄手术伫遐疼啊，有遐阿妈棍只疼，252针。哦，252针。啊，过来，伊只显微手术吼，是规身躯诶，伊甲只身躯只皮甲肉揪开啊，揪开啊，去后壁只针吧。哦，啊，心脏只搭只针血管，啊，脚床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哦，啊，皮嘛是同款针后壁来补头前诶。所以啊，有哈阿妈棍子大家的手术，这是真复杂哦。啊，迄不是讲像安尼看的，所以一规个手术几点钟，差不多5-6点钟有咧哦。哦，啊5-6点钟了，伊个搁伫个有个全身麻醉嘛，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麻绳退了有完全无，差不多到4-5点才回来病房。啊，即个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啊，普通病房有哈伫4楼吼，啊4楼。听就底下想讲无死，哦，好卡在。啊，咱若道亲，你若讲动手术，还是讲出车祸无死，大部分，若有滴接近道场的，拢知影讲咱爱谢恩呐，咱爱感恩呐。所以后下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跪伫文生殿，我就底下讲啊，感谢咱老师慈悲，感谢老母娘慈悲哦，100叩首，啊，都用心啊，1、2、3，啊，想我袂到1班我困去吼，哎。那就是后下去的时阵，精神无够啦，气力无够，所以咱即阵咱啊，晚现象1到100有法度啊无？有啦吼，恭喜大家，安尼还阁有法度，表示阁在在啊。后下去的时阵，连安尼都无法度。啊，困一阵啊，啊，就有人伫摇我文床啊，伊就讲：嘿，起来，起来，起来！伊讲国语啊，用起来，起来，起来！啊，后下就起来啊，起来，伊讲你来，我那爬起来，怎行过来？行过来，行到伊头前，后下就有一个感觉讲：哎呦！这个不是人，谁都说不是人，因为吼，一行到遐，有他行到伊头前，差不多1公尺的时候，有他发现讲，伊周围有一个光，迄暗时啊，差不多6点嘛，所以拢外病院原本就暗暗嘛，啊个外口嘛暗嘛，所以暗暗，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伊的胸区即大家有一个佛光，差不多1.5公尺到3公尺安尼，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佛光。我咱在座，咱点完书，就算讲头壳搁较光，迄暗时也嘛袂讲，有一个佛光甲你围的有无？可能有啦，咱看无啦吼。咱这后壳，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啊，但是咧，后壳迄个时阵去，哎，哇，神翁，这个神佛来安尼，
这有一个佛光，有法就知影讲，哦，这胖唔是人，这应该是仙佛，因为这那是鬼吼，应该起鸡毛皮，所以有法想，这应该是仙佛。啊，伊就讲话啊，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啊？我带你去一个所在，你要去无？啊，有法就讲我要，我要，哎，我要去。伊讲要去，你抱好。啊，伊讲的时阵，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仙佛来报佛好有啊。讲伊是某某神佛，咱才知影伊是谁嘛。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后下就知影讲哦，这南极老仙哦，南极老仙哦，伊无讲哦，啊后下就知影，是安怎会知影？后下甲人讲，这过去世，后下要甲神王有缘哦。那像秘书讲，咱即阵回去厝，啊，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你就知影讲这大个回来，二个回来，嘛免底下报备讲，我是大儿子，我现在要进门了。哦，免啦，免报备啊！因为熟悉个，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还是讲这陌生人，咱就知影清清楚楚，因为较早会缘嘛，对不？啊，所以神翁伊无讲伊是谁，但是后下就知影讲这神翁，啊，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后下要甲神翁有一段缘。啊，神翁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后下就好啊，啊，就抱好啊，后下抱作案啊。因为我想讲，等你胖吼，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哦，应该是安尼。这个不是神龙，是直接对他们这个冲出来，哦，仙佛的妙法跟咱无同款，伊大位拢会用出来。叫一出来，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所以出来我就惊到啊，惊到就想讲哇，安尼不是吓死死老呢？开玩笑，死老自杀会死哦，系啊。所以哇出去就会惊，目睭就磕掉的，所以无看到，但是。神龙迄完啊，算慈悲啦，伊就飞起来，伊嘛，甲你安尼，互你坐掉，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伊就无管你，就飞起来。哎，你飞得足紧诶！所以过阵人，咱有个人讲腾云驾雾哦，哦，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哦，哦，迄介艰苦，毋好去腾云驾雾，因为迄速度伤紧，你知道？迄紧到哪啥呢？迄后下个目屎啊，流袂离啊，一直用飞安尼。因为速度足紧的，啊风足透的啊，啊过来咧，伊个你安尼速度飞过来，迄风袂输那刀啊，安尼甲你刮刮你个肉，你会疼呢，会疼，爱疼过来咧，迄空气吸袂着啊，我咧飞伤紧，吸无空气，吸无空气，你又感觉哦，心脏愈来愈无力，原本伫胸口啊，慢慢怎跳出来，哦，心脏对袂着啊，啊对袂着，我就伫遐想讲啊，神龙主比，我不爱去啊，我不爱去啊，我就手要放。要放的时候，神龙哪知影伊怎手，安怎刷落来，刷落来，啊，胸腔安尼甲挤的，挤的都有一迄个灵气啊，神龙的气啊，都灌入，啊，灌入来，这心脏原本就对袂了，啊，都诶，啊，佫对起来呢，啊，然后跳起来，哇，跳起来都发到呼吸啊，啊，我到呼吸就较在才看有，慢慢才看有，哦，看有这云啊，啊，这天，哦，慢慢愈来愈光，诶，暗时啊，直飞啊，但是愈来就愈光。规个光起来吼，啊，光起来金光闪闪，后下个目睭无法度看真远，啊，但是就金光闪闪，啊，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啊，伊有一个楼啊吼，安尼起哩，安尼差不多嘛是百外个台阶啊，啊，起哩面顶遐有一个牌楼，吼，一个牌啊安尼，啊，神龙就讲到啊，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哦，爬过迄个牌楼，啊，后下就伫遐看，迄两边啊，两边拢有神佛起来。爱身份吼，你讲迄古早人啊，现代人看袂出来。伊穿的吼，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嘛是有咱即阵的秘书手枪还是镭射枪嘛是有的。迄看起来都有型的对啊，可见迄身份吼，迄超越古今的对啊。哦，看袂出来讲迄种的是较早古代的还是现在，但是你就知影讲哦，这武将，这武的啦，这武将哦，这得官家。啊，佮较远迄边哦，就看到讲哦，真侪道亲哦，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可见呢，有诶应该是拢道亲归空，归空伫遐排队，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伫遐排队。哦，啊无就伫这边遮群道伫遐咧功课拢有啦。啊有诶，啊未领牌啊，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我伫遐门口伫遐呗。啊有啊，就神龙就开诶，啊就行过啊。我迄我那真样呢，因为你后摆转去吼，你发现。所有的人拢伫遐摆，你知道？哦，啊，你免对，你都行入去。哦，迄算，我那算很威风啊，很有威严的对啊啦。啊，行过了后，神龙就问后下讲，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
啊，有阿的讲啊，南天门哦，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啊，这是南天门。啊，先讲点头，啊，点头了，有阿仲欢喜。我伫欢喜啥？我伫想讲哦，啊，我来道场嘛无几年，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所以伫欢喜这件代志啊。啊，我就跳过去问神龙讲，哎，神龙啊，咱过南天门唔是爱对三宝？啊，是事实上是后刻的，甲神龙顶讲，哎，神龙，你看我过三南天门面对三宝呢？啊，神龙知影，神龙伊就笑笑来，伊比伊较低啊。啊，后刻知影讲，哦，原来是尖光啦，咱尖了神龙的光啦。迄秘书讲，今日咱要去总统府，拄啊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袂啦，伊都尖着总统的光啊。所以想到后学回去那次无对三宝，就沾到神王的光，不是后学受了好，是沾光。所以后次我们回去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就是说我们对神父有信心，跟你有缘的神父来给你接回来，这样是不是比较顺势对吗？啊，要怎么让神父来给我们接回来？后学都会想呢，我这样已经想通了，就是说怎么呢？咱平常常常来佛堂啊，办桌啊，啥是咪常常来？神父甲你就捌啦。啊，神父甲你变作好朋友，后摆你回去，伊敢免来甲你迎接？应该爱啊，是不是啊？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甲神父，虽然看无，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呐。这缘慢慢啊深，后摆你回去，迄落伫门口遐啊，这都捌咧，这都进来啊。啊，你若唔捌咧，敢若求过道，当然就爱。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甲你有熟嘛。这啊，你家己嘛无法度讲较大一个神父教学，是不是安尼？对吗？啊，后下你看吼，不然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啊，你看你佛堂供大个，哦，你可能后摆登去大班，就即身家己带登去。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后下就是南海古佛家己接引登去啊。大班拢安尼啦，哦，大个神父家己有缘嘛，安尼就是伊家己接登个安尼。啊，后下。底下阁继续背哦，过南天门了阁继续背。啊，背经过的所在叫做三官九口啦。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个人是去三官九口有无？哦，底下哦，什么官什么官，安怎靠安怎靠？啊，有下唔是去啊，有下过三官九口，阁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功过院就对啊。哦，功果院、功过院，有下去遐，还功德池啊，啊背到遐才停落。啊，先拢停落来，伊就讲。够啊！你手放，我就放落来看。我看，哦，你天顶甲咱世间无共款，差别伫倒，你知哦？是哪知影讲登去天顶？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但是借这个形象，才会能显出天上的庄严。诶，天顶啊，啥物款呢？诶，土卡，诶，纯金做诶，正讲金啊做的，规个土卡全部拢金啊。哎，路咧，路是啥物呢？叶啊。白色的叶啊，做的路，白色的啊，白色的玉啊，叶啊，我实在不得了，你知道吗？伊就讲炸袂当来，那炸会当来吼吼，三四人拢免谈，安尼真正，迄就是讲，哦，你去到天顶吼，你若讲爱钱的去到遐，你就会放下，因为迄都无得比，你知道吗？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迄算上善的，哦，天顶就是安尼，大家拢富足的对吧？要爱啥拢有。啊！遐在底下看，哦，这正手面，那一个壁刀，金光闪闪的壁刀。我想讲，哇，这是什么？来个望看卖啊！啊，走过望，啊一望，哎呦，啊这壁个嫩诶，你知道？那别说金啊，嫩小小安尼，望来个嫩嫩，啊嫩嫩，遐在退后来看卖，这是什么啊？结果伊个熊熊怎压一只龙落来？迄一只龙的头啊，啊金金的是伊个啥？胸脯啊，因为伤大只，遐在看无咧。伊个头是压的呢，啊，向向压落来。后下第一摆看到灵吼，我讲这怪物，所以然后就紧走，啊，神龙紧走，有怪物来啊！啊，神龙，哎，你卖着惊，卖着惊。伊讲这啊，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啦。啊，未输咱世间的讲哦，这都是啥神啊？有哦，一种龙神有哦，啊，是讲虎牙龙神一种的有哦。啊，底下来讲，伊个唔是虎牙，伊是龙护法的天龙，正港的灵哦。我足庄严嘞，我足大只，迄头敢那头咱这粒基德公遮大，头鸟，迄粒头鸟就咱基德公遮大，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安尼哦，敢那头咱
记得讲遮大只，你敢会惊？应该是会惊的，嘿。所以有法当然紧走啊，啊，先拢花遮紧停的，啊，正开始阁无啥敢去的，因为想讲哇，这遮大只。啊，结果先讲讲啊，你卖惊，因那是仙佛啊，哦，咱的护法神就对啊。用正手柄这只金色的，就是看啥呢？咱做好代志，咱立愿啊，立善愿啊，行功了愿有无？出去度人啦、啊，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这好代志的，这是。这只金色的龙会甲咱保护、甲咱顾、甲咱看。用倒手柄，许我原本无看到，一比倒手柄，佫背一只青色的龙来。啊，青龙来，用倒手柄这只嘞，是监察咱哦，邪心邪念、恶心恶行、歹心歹念，等于讲啥，做歹啊，哦，做遐无好诶，佫背一只青龙。啊，这两只龙无啥共啊，一只甲成狮仔头，一只迄个色吼，甲成酷气啊。人讲诶，迄种较深迄色喎，你看起来足歹，爱目睭啊避开看有哈哦，有哈安尼，我那咱算有做歹嘛，所以一看到哦，对头壳顶诶冷甲卡丘底，表示讲哦，迄正气足强诶，对不对？迄仙火护法神，迄正气足强。啊，神龙讲啊，你敢对我入来，啊，就行入去。啊，迄、那个门吼，迄我那真奇特呢，迄门，咱世间诶起诶厝拢对头壳起起来，对。天顶的厝吼，你若安尼看，袂输拢对天顶落来。伊厝吼，迄面顶拢哦，拢足悬的啊，足悬的。咱安尼看，袂输讲哦，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啊，实际上伊嘛是对土下起去，但是咱的感觉袂输哦，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啊，落入去了后，就发才发现讲。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但是我咧想讲，佮安怎大嘛，未比外口较大嘛，是不是呢？咱讲积德宫真大，啊，积德宫佮安怎大嘛，未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佮较大，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呐，是不是呢？结果后方入去天顶都唔是呢，后方只系迄个门啊，后方一看，哇，啊，这个门太安呢，内底嘛是足大的呢，无量无边的呢啦，无穷无尽的呢，大个。你看无迄个尽头啊，所以天顶是安尼哦。你过一个门，啊，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迄无同款，甲咱世间无同。咱世间想讲啊，那就差两步咯。等你阁过来，应该袂差将，天顶差将。哦，亲近无亲近，绝对无绝对，差足侪。你看的物件拢无同款。啊，入来功德池了后吼，迄就算较亲近的所在，内底真侪啥呢？迄位青阳旗的修道人啊，青阳旗的啊，咱个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毛较长有啊，毛较长，你看会出来讲哦，因这拢苦修苦练，嘿，苦修苦练，规身躯拢毛安尼啊，哦，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哦，啊，过来佫行啊，神龙的主笔讲，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叫做啥物？嘿，量天表，啊，神龙主笔讲啊，量就是啥？外口这阴阳相融啦，就是有护法神啦。啊，天叫啥物呢？天棒。咱毋是求道，有一个讲天棒挂号哦，天棒啦。就是讲这个。啊，过来咧，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这张纸。啊，这点其实是足重要的。啥物叫做龙天表？就是讲第这张表文要有这种威神力，就是讲。所有的诸天神佛爱来护法，哦，第一啦，就是这张嘛，那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第一就是爱有护法神，诸天护法，第一。第二咧，伊就是爱哪，三官大帝那边遐有他报道，有他注册了，迄叫做天榜挂号，爱有他去天榜挂号了。第三就是讲，咱世间这张纸内底爱有啥，一代的名师，咱师尊师表。这个名，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这三项拢爱包含在内，所以有法度底下哦看，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伫天顶吼，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护持的对啊啦。啊，入去了神龙，伊就知影，伊就讲啊，我知影你有疑问啊，你的疑问是讲啊，我感觉。我办到，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哦，太去拄到这种哦车祸。伊讲啊，你也了解吼，讲各项拢是安怎？有前因后果啦。后下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300年前做落来，300年前。
三百年前后学是大陆人，啊，大陆人后学，迄世吼，算住伫渔村啊，渔村啊吼，啊，算讲甲散，差不多十外岁就想要出来外口去讲做工课、趁食，啊，招阮共庄的另外三个人，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啊，出来了后，你想诶，一个无技术，啊，佮无读册的人，你有法度做虾米？敢用做工做工，人迄叫啥？哦，劳动工啦，吼、哦，工做苦力啦，哦，做迄种劳动的劳力的。啊，就伫遐啊，但是迄趁无啥钱啊，所以只好咧，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去人抢，去人骗。啊，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共接人过河啊，啊那啊，这就敢那一个人、两个人啊，就甲抢，吼、哦。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哦，啊。即世是做工书啦吼，啊，但是迄世是偷抢拐骗吼，啊，个怎赚差不多十年了，就想讲啊，赚啊未互掠着，啊无就卖阁做啊，就要倒来，啊要倒来当然就爱分啊，分看即十年赚偌济啊，一看哇，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那就想讲哇，安尼哪法度装安怎，装修上好啊，所以许个心内底就有迄种。人讲诶，你若看坏财，你就会起杀心嘛，所以就汹汹就起来啊！你知？像你看咱台湾即阵，你讲大乐透，迄我看嘛无，毋是讲虾米好代志。迄着大乐透，我看着爱移民，你知道？因为人别人看着，赤目会甲你抬啊！哦，所以同款呢，后下去说就是安尼，哇，遮侪钱，我都想要甲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想讲啊，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因啊，后摆去甲安怎？去甲告啊？我毋同掠去关。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安尼，就讲惊，第二个原因就是惊去互伊安怎，甲翻盘啦。啊，所以伫倒来的时阵，啊，我就惊讲啊，好惊啊，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啦。啊，实际上诶，暗时啊，许黑，迄牌啊内底毋是找藏遐金啊，许黑藏刀啊，啊藏刀啊，啊一出来就刣死两个，哦，阿妈棍紧甲，哦，刣死两个。啊，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许黑刚刚甲捉着了后。哎，讲个吊倒，吊死伫井啊内底，哦，吊死伫井啊内底。啊，迄世拄啊刣死这三个人。啊，你看啊，讲有个人讲哦，我业力，安尼业障足重诶。后下讲啊，较重可能嘛重未过后下啊，后下刣过三个人，哦，这业力则是重。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这世你敢无法度修得万多，嘛是会杀你啦。看你卖不卖尔啦，你有你修得用慢慢啊行啊，同款吼。啊，所以。迄世刣三个人了，我就把所有的钱安怎，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啊，就变作好野人啊！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啊，就开始会讲起厝啦，哦，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还是甚物啥，咱就甲翻修哦。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你就变作一个好人。但是我看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就是讲好人会变作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而且变好人嘛。哦，大部分啦，无一定讲绝对啦，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虾米好可耻啊。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但是咱卖阁做就是啊嘛。哦，改恶向善就是啊。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但是到五十几岁的时阵啊，答案困未去啊，日时啊食未落，无食无困，那当然一直散落啊，一直散落啊。阮迄阵的船长就来问讲啊，你是不是安怎？啊，伊就讲哦。啊，都我都食袂落，困袂去。伊怎讲啊？安尼我介绍你去找住一个老和尚，迄个和尚吼法力高强，伊会用帮人解决者。我都去找迄个老和尚。啊，老和尚我问讲啊，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歹代志？我都甲讲啊，较早二十几年前，捌人抢钱啊，佮捌人刣人安尼啦。啊，结果伊就讲啊，安尼你过去世，我们讲过去讲刣的这个业力，即阵要甲你报啊啦。啊，你爱做功德，甲人超拔，我安怎做？用啊，就诵经啊，做一种发挥啊，做三场这种诵经的发挥。啊，诵经的发挥做煞，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阁去问讲，安尼就拢免行啊嘛。用无，你种诵经这种的吼，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你知道行十万啊，安尼，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安尼啦，唔是讲总行啊，你算讲该按耐一下咧，安尼卖讨只急。哦，所以诵经嘛是有效，但是咧，无法度就近解脱，无法度。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你捌杀人，你就解脱伊的性命，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
你敢那讲台啊？你敢那诵经安尼袂？无多行就对。啊，所以后来我就问讲，哎，那变哪只样行？伊讲你爱修行啊，你爱念经拜佛才有哈解脱。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哦，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有修道的这种福报，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我拢总即世三百年，甲即世是第七世，后下即世算第七世啦。三百年转七世，啊，即世是咱台湾。啊，过来咧，和后下台迄三个啊，两个台死的迄两个，因咧都万道心甲重，结果咧，伫地狱道伫受苦，受三百年的苦。哦，三百年，三百年后伊就放出来啊。另外，华吊死的迄个变作恶鬼啦，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就对啊啦，变作鬼啊，伫个井啊内底啊，执着心较重，吼、哦、三百年，犹阁无法度轮回。啊，结果因放出来了后，三百年搞放出来，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恁太知，照理讲是安怎呢？伊三百年放出来，伊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就是用语言去转世投胎，但是咧。因为伊即口气放袂落来，伊认为讲三百年前都是去予上好的朋友害，因才受三百年的苦，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要来讨后下个命，后下个命要先讨掉，因才要安怎，才要去转世投胎啦。所以因就开始去讨，从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哦，啊去即个庄了后，过来咧，我讲哦，啊伊就转投胎去换去即庄啊，啊过来个，因个找来即庄。因拢总找几年嘞？找十八年。哦，遐冤欠啊，找后学找十八年，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哦，所以各位真嘞，咱来了解哦，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哦，咱即阵毋是讲两岸安怎？哦，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的隔阂，但是。伫阴间来看吼，迄是一团和气，你知道？互相拢会通的，对吧？炸得三通啊，对吧？所以因冤欠的安怎过海来台，都要来讨后学。伫后学十八岁一年，因找到后学，都要讨命啊嘛。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十八岁一年，迄个老和尚是啥呢？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阮迄个学长啊。哦，迄就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伊往那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安怎做工师？啊，因为咱道场有天命，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啊，后学即世的报书是啥呢？咱毋是有因书有报书嘛？报书是啥呢？三百年前迄个船长，哦，报后学去找老和尚的迄个啦，迄个船长。啊，即世就是啥呢？就是迄个定道啊，迄个学长。哦，所以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所以这世才有哈。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学来求得，这世嘛是同款，叫做因报书啦。所以咱个因报书，拢有较早哦，不是三世，就是七世，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呐，哈、哦。好啊，大家会听无？我后学看者，无咱个休困者啊，等下吼，后学尽量讲到五点，咱就做一个结束，安尼好不？讲声的对啊，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登去，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也容易哦。伊那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可以了解讲哦，这个是写什么。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也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登去。先锋安尼讲啊，伊讲啊，原本因就找到你个啊，啊，但是你已经拄到你个音波书，啊，就求道啊，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对不？然后就带佛堂，因为无想到你吼，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人，啊，因为后学有伫度人，啊，佫有带佛堂，所以咧，佛法神就对伫后学边啊，就是讲咱先佛就对伫后学个边啊，因为后学看到安尼哦，这个袂歹，安尼后学就有听说佮讲者。就往家道安尼嘛，做爱道人。伊讲，因为你常常安尼
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啊，神父，我要去度什么人，我要去度什么人，所以神父拢一直派护法神对伫后方个边啊。所以这足重要个呢。咱道场吼，就是讲啥呢？唔是讲哦，我是什么大神，我是什么佛祖转世投胎，咱道场无咧讲这個，咱道场咧讲啥？讲哦，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伊愿意去做啥？咱叫做愿力嘛，愿力啦。就是讲看你要做啥，你有去做，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迄无关系啦。但是咱台湾即阵吼，人讲得乱就是乱这点。大家拢讲哦，伊是啥物佛祖投胎，伊是啥物人来，啥物人来。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迄款这样卖个信，迄种骗人的啦。因为正港的神佛天律来的，天顶的这个戒律来的，有一条就是讲未使讲你是啥物出身呢。你若一讲，就是表示安怎要回去啊？然后你若讲，你就是要回去啊，未使讲就对啊啦。一讲，你就是要回去。所以啊，安尼一直讲诶，就表示讲啥？啊，都阿未死，阿个一直讲，啊，就表示讲这种骗人。诶，有爱强调、强调这一点，在上天白羊起的戒律内底有这条。啊，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这是啥物？这有两下就是考验咱的智慧啦。哦，各位在呢，大家要去分别吼、哦，这内底有一挂差别吼、哦。啊，神翁佫继续讲了呀，伊就讲啊，原本因找着你，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你后一世吼、哦、头壳顶头壳会断去，佫后世你佫用吊死，拢总爱三死人啊，有法用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所以若要比惨，有法比各位在呢，拢较惨。但是咧，神龙爷往那做弊，讲，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哦，因为后下伫道场这几年，讲往那算有淡薄仔诚心啦，所以咧，都互你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安怎，互你现出来，互你感觉安尼就好啊。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无咱就爱行三世的命呢。结果咧，神龙讲啊，讲，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就算讲我抬伊啊，伊唔原谅我，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我拢无受着，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所以神翁伊嘛主持讲好，安尼阿无就是安怎，互你死罪可免，但是活罪咧难逃。伫病院受三天的痛苦，感觉什么叫做地狱，什么叫做恶鬼道。神翁讲讲。你伫病院啊，每个时辰都差了两点钟就对啊啦。每个时辰拢爱受倒挂拿后的这种痛苦，伊来换药，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用，互你知影讲，你若跌入落入个地狱啊，就是遮尼啊可怜凄惨，一工爱死十二摆呢，一工死十二摆啊，无期的就对啊，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三百年到你才有看出来。哦，你看有可怜，确实哦，药啊个干那三工我都挡袂掉啊。过来，神龙讲讲，你唔管呼吸啦，还是喝水啊，拢未输去有血对脑后烧到腹肚内底，互你知影，那是堕入恶鬼道啊，那是变作恶鬼啊，变作鬼啊，就是遮尼啊可怜，遮尼啊凄惨。啊，神龙佫讲，你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才有看休困。我讲无啊，我才有休困，我规工从白日温床顶才有看休困。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候，迄护士会来甲你注消炎药啊。住嘞，差十外分钟袂疼。我讲嘿，是安怎嘞？伊讲这啊，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和你注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另外，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和你叫对的就对啦。啊，你去想，和你休困安尼敢有较爽快？其实无呢。你看哦，你若无休，你就规工拢伫遐苦，你就袂去想啊，你知道？就是有休这十分钟。安尼就大条啊！一天有24点钟，一点钟60分钟，结果拢总一天有偌济？1440分钟呢？你规天拢伫遐咧想吼，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袂输那钓人讲的食魔灰同款的呢，确实真可怜呐、啊，有啊，迄、那个时阵真可怜。吼、哦，啊，过来，神龙安尼讲啊，有啊，才知影讲哦，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咱平安拢是占着啥？天恩殊德啊！
哦，你卖想讲哦，安尼范讲师你也出桥，我台拢未拄着，你种话干嘛想？哈，一拄着有阵时啊，那比我后下更加大条，你要安怎想？对不？虽然心内底卖想讲，卖去人羡慕讲，哇，怎么范讲师有这种经历？我跟你讲，我死三工诶，对不？死三工拢总死几回啊？是不是啊？36岁啊，这真痛苦的代志呢。这不是讲哦，遐尼啊，哦，迄啊，神王就讲，因为你伫道场，佮有你修道办，所以啊，互你三世因果，当这三工都安尼行啊。啊，神王讲叫后下佮对伊行，啊，后下就足感恩的跪落来，甲神王磕响头，然后对我来，啊，讲咱大家人求道，天顶拢会种一蕊鲜花啊，哦、啊，就是讲，就是莲花安尼，拢会种一蕊花。啊，神王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啊，我就去看。哦，啊，神王莲花伫倒位，啊，神王伫遮，我就看。透花根本就无花，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啊，面顶有夹牌啊，啊牌啊面顶就写哦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当时哦啊过来隐师宝师点传师，过来佛堂，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咱求道的名，过来下骹阁有署名哦，有的是写啥哦，写监班院长啦、啊，有的写三啊哦什么像什么日游神啦、啊，有的写道士灵童啦、啊。就是讲，什么身份写起来啊，拢会写得着哦，迄面顶拢写写甲清清楚楚。啊，伊遐在遐看，我都真惊哦。啊，神龙啊，你唔是讲有莲花，他拢无莲花。啊，神龙讲啥呢？伊讲这啊，像这敢若挂牌啊，这吼，就是敢若求过道，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所以因无了解三宝，无了解自性，无了解灵性，无了解天命，不了解啦，所以无了解，因敢若安怎结缘啦？哦，就是讲用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哦，超生了时间超一劫尔啦，安尼等于讲结缘啊，无彩去就对啊。哎呦，我看这样那会惊你咋？像我安尼看过，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拢安尼挂牌啊尔。啊，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讲，哎呦啊，我可能嘛是干那挂牌啊尔。啊，后下就问先龙讲，先龙我想要看莲花。啊，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哎，先龙啊，我敢有莲花安尼？但是咱拍摄安尼问，所以我问先龙讲，我想要看莲花。啊，先龙知影，伊讲有啦有啦。哎，怎安尼哦？伊个拐杖啊，安尼顶一下吼。后下嘛无惊咯，但是嘞，原本即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安尼，安尼顶一下怎都变啊？规个全部拢啥呢？种莲花，对家一直到天边安尼，哇，全部拢莲花啦，规个拢变作莲花池。我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啊，先龙怎滴啊？安尼。揢一蕊起来哦，啊，偌大蕊呢？遮大蕊哦，这是后学的哦，所以各位真的卖去想讲哦，啊，唔知有遐大蕊无？无啦，哦，安尼遮细蕊啊尔，啊，先拢揢起来洗，啊，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哦，啊，还你无分别的智慧啊，哦，先拢在底下洗，啊，洗洗念一段咒语，才揢学后学。啊，后学偏迄种香味吼，偏味了，人讲系虾米个神清气爽，嘿，后学感觉讲有这种效用。哎，神清志明啊，规个用来拢清楚起来，闻到迄种香味，规个人拢清楚起来啊！啊，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会使解脱业障啊，解脱咱的无明啊。咱平常做些烦恼啊，做紧张做安怎？天顶的水洗过，你就拢袂惊吓。啊，后下揢迄蕊花揢起来闻了后，我才发现讲，欸，奇怪呢，之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是神翁。哦，这慈悲的带我登去天顶嘛，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偏了我才发现讲啊，唔是安尼啦，我原本就做，我就是住伫遮，我原本就天顶的人，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怎袂记哩安尼啦？去袂记哩？神翁说了，我讲哦，原来我较早就是遮的人。这唔是干那后巷俩，咱各位真现在座所有的人，全部拢对天顶来。哦，后摆咱回去，咱就知影。咱若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咱去洗咱家己的灵台了，就发现讲哦，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落来。哎呦啊，底下就看到讲哦，啊，我的莲花遮大蕊。哎，远远安尼看过吼，远远遐有一蕊啊，安怎雄雄悬起来安尼，超三层楼，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遐想讲哇，不得了！我做安尼，啊，迄个。一粒山的莲花，哦，这唔知是多个大菩萨，所以后下就哇，一直要走去啊，要去看看这类莲花。
啊，伫个水啦，迄莲花池啊，叶花打落，那沉落，你知道？啊，沉落，正开始会紧张啊，想讲哇，唔知淹死哦。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伊就讲啊，讲啊，你若想要起来，就用起来。啊，叶花就诶，安尼哦，啊，就想一个鸟，你刚才讲一个念头转变，叶花就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啊，安尼甲天边迄边，安尼照你讲，往那真远有哦。你刚才讲想讲啊，我要去，啊，就到啊。刚才想讲，我要到，啊，就到啊呢。你安尼一个想，啊，就到啊。免讲像咱遮安尼真久安尼有哦。天顶拢免行哦。你想要到就到啊。哦，我想着，哎，啊，就已经到啊。我就问神翁，神翁，你帮我看，迄蕊大蕊的莲花伫倒位？神翁就伫你的脚底，我伫遐看，哎，差不多面汤啊，遮大。啊，我就讲，啊，神翁这是安怎？啊，神翁来，你来，你来，我就来。落来了，神龙主比讲，这啊，这类啊，是恁师尊啊，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哦，有遐足欢喜。因为是安怎讲呢？你看到人迄个德性，哦，这尼啊，哦，这尼啊，威啊，你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咱就知影讲，哦，咱的德性足无够。但是你看到老师吼，你就有迄种感觉讲，哦，安尼特懂，对这個、特懂。哦，对咱老师哦，第一我做主笔，所以神龙讲啊，伊讲咱的灵性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大小类差不多啦。老师咧，伊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是靠安尼念嘛，嘛无讲偌大，但是差别在倒，每一个人的德性是无同的，德性无同款啦。就是讲感念力的人无同啦。那每一个咱求过道的，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咱所有的大仙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所以，因为不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不是讲哦我修什么就变作九品莲台，不是安尼哦。即阵咱台湾有的是讲哦，伊的法门变作九品莲台，啊你这就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我看迄无透懂，迄可能你骗钱诶！吼，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看你的德性，你德性彰显得越大，你的莲花就愈大蕊。实际上不是讲莲花大，你的德性大了。啊，这要安怎用印证呢？有法言讲，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啦。你看，咱在座敢知影恁阿祖伊的生日还是伊的忌日？阿祖还会记得无？阿祖的可能都袂记得啊，阿公可能还会记得嘛？是不是啊？所以唔只讲行未过三代啊，是不是啊？你子孙啊，搁较牢固，行未过三代，香火就断去啊啦。虽然有滴甲你拜嘛，唔知影当时爱拜，哎呀、啊，变作公妈去啊，公德跟妈，哦，就是讲阿公阿妈安尼尔啦，是不是啊？对嘛？啊，咱讲讲别人的祖先，咱来去甲拜，有无？拢无吼？有呢，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我捌拜韩信的祖先。咱老前人我都拜去甲拜，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讲嘛，是安怎咱会甲拜？因为德行庇荫着咱，是毋是啊？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阮来拜，是毋是啊？对嘛？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啊，若有闲嘛是去福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对不？哎，毋是你的祖先，你才来拜啊？因为伊成就啊，修道成就，所以众生感念伊，共款天顶嘛是共款看年代，就是安尼看嘛。众生感念你，你的对不？你的德行，你的莲花就大哦。安尼讲有较清楚不？哦，啊，过来神龙，佮叫我后下继续行。正手边有莲花，倒手边嘞仙桃。迄仙桃有大粒，有细粒的。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一间的一半才大粒。迄天顶的仙桃，迄改良种的较大粒。咱一间才大粒，你想讲哦，这等于这食三年嘛，食袂了。啊，遮大了哦，嘿，真正遮大了。迄树啊，安尼一蕊，你就看到，哎，奇怪啊，它一粒仙桃遮大了。啊，以后就问仙翁讲，啊，仙翁，啊，这是安怎？它有莲花，佮有仙桃。啊，仙翁讲，莲花代表发心嘛，还是讲立愿啊，乐观啊，哦，叫做发心有莲花啊。但是你爱了愿，你爱行功，叫啥？一粒果啦，哦，你爱公园果满叫果啦。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伊迄会看到莲花，佮会看到啥仙桃，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有个人莲花足大蕊，但是咧，伊个啥，伊个仙桃只细细啊，
欸，表示啥？哦，这个作好讲诶，院大国小啦，作好讲还蛮做。哦，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啊，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甲未知啦。啊，有个人虽然讲一条院，但是也够真大粒。你表示啥？哦，这个安尼，这个叫做守院啦。哦，始终如一有哦。虽然讲干那一条弯，但是伊嘛成就。所以咱你看，咱做真侪代志，拢会使成就。这等下后下再去讲。过来，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棒。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我拢想讲天棒，我好天棒可能像这乌棒啊，安尼一个乌棒安尼尔。叫当伊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棒是一个所在。啊，天棒有偌大呢？哦，比咱台南市搁较大。哦，迄内底有巷有路，安尼比咱台南搁较大啦。后下你看我。惊无头，凡是迄个比咱台湾搁较大，比咱地球搁较大，迄敢若一个天棒无穷无尽，有够济就对啊。所有修道人，会好做好做歹，拢伫天顶拢有记。啊，有通落去啊，啊，神龙就讲，啊，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我有啊足欢喜的，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哎呀，啊，唔知出车祸，结果神龙讲有，你有功德。啊，有啊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金色的软胶、新面胶啊，迄种啊，有无？后摆咱大家回去看到的拢无同款，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有的看到啥拜点啊，有无？像咱这拜殿有无？啊，有的看到啥？像遐看到这烟啊，嘛有啊，还是讲这轿子有无？啊，佫有一种表示讲，你若看到这，表示你公完过半，看到莲台啦，哦，一个莲花有无？莲花，互你较徛嘛会使，互你较坐嘛会使，迄表示你公园过满。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当伊看到的无同款。啊，有遐看到的是啥？迄、那个桥啊，啊桥啊面顶有写有遐个名，啊就入去啊，啊入去内底伫遐看，哦一张纸，大张的哦，金光闪闪只大张，啊写表文成就，表文成就，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哦表文只是变作放大版大张的，有遐就开始变开啊，我面顶写啥呢？古早字，迄刻度文啊，古早的字有啊。所以后摆咱回去吼，看，迄袂晓读册，拢会变会晓读册。是安怎？迄天顶迄字吼，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所有款的字拢有啦。哦，繁体、简体、古字、篆书、隶书，逐项拢有啦。啊，但是你看即种字，你阁袂讲啊，我都无读册，我看无袂。伊个字家己会布声，哦，回去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啦。所以外国人那求道回去，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伊会用伊哦，伊若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互伊了解讲哦，这个是写啥物。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等于用伊哦，伊若敢会晓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互伊了解讲哦，这个是写啥物。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喺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就安尼，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等去会用看啥古早字啊、篆文甲刻度文，后下看有。啊，面顶就开始，面顶写啥呢？正开始头前遐哦，拢写度化有功啊，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你去度人啊，人来求道，你就度化的功德。啊，过来后边阁现现咧，后边阁写啥？你去度人啊，伊无来求道，但是咧，安尼你就有劝化的功德。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哦，第一种就是讲，咱去度人，伊来求道，叫做度化的功德。啊，第二种咧，你可能较憨慢啊，口才较无好，所以讲度人，人拢讲无爱无爱。但是咧，你有去度人就好啊，你有去度人，功德就算你的。哦，伫天顶看讲，有来求道，无来求道，是这个人的缘分呐、啊。啊，有去做无去做是咱的功德啦，咱家己会用做的。安尼有了解吧吼？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啊啦。一种就是讲咱世间看有的，咱有写到的；另外一种咱拢无注意的，天顶帮咱记。哦，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天顶会帮咱记。你有法度去度人，你就尽量去度人。哦，免惊讲哦，安尼无结果。你只要去讲讲，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过来后边阁有啥物功德呢？后边阁有啥呢？然后写一挂讲哦，咱布施的功德，像讲咱来道场，咱有捐钱啊，还是啥有啊？啊，面顶拢会写啊。有啊，有一摆发挥啊，闭班了，我就再办完回去啊。
啊，等于伫半路怎啊，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我就讲啊，要搭便车无？啊，就起来怎啊，对山顶路甲山下，可能几百公尺尔，叫天顶就写哦，哦，代班发挥，啊，你安尼捐偌济钱咧？伊讲写0.2元呐、啊，两角银呐、啊，哦，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来功德，哎、欸，你嘛是啊，就是。上天看讲，哇！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顺风车安尼撸来，再油钱都要两角银，所以咧，就甲你记讲，哦，你捐两角。啊，佫有呢，这捐唔是讲干呐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后下有一摆，巴肚枵去买便当，结果回来都话，阮迄楼下拍一只狗啊，拍地啊。啊，后下想讲，哇！这狗啊，看起来呐枵到要死去啊，啊无甲饲好啊。迄、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这种后下拢袂记咧啊！天顶记啥呢？记迄届我饲迄只狗啊，报死50元啦。所以无一定讲爱关了人哦，关了狗啊嘛会使呢。哦，天顶足公平的就对啊啦。啊，过来，阁有像较早后下有伫打工啊，啊一点钟，反正我一点钟赚40元。我来佛堂，因为要来佛堂，所以我要请假2点钟。啊，等于我就了80元对吧？你了这80元，神父来帮你记。伊会甲你写讲哦，代工哦，你去上研究班啊、哦，你着报死偌济80元哦，就是讲上天，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哎，爱道场有活动，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啊，你怎请假？啊，请假是毋是你着了？可能了1000元去啊？放心啦，上天着帮你记起来，变作功德财啦，功德财啦。讲哦，你即工你着、就是。等于讲哦，你无去做工课，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給你，叫你布施1000元，安尼有了解无？哦，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啊，咱后摆若要度人，咱就用人讲啊。啊，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还是看对吧？看你要赚世间财，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哎呀，功德财可能看无，但是天顶会帮咱暗记啊。哦，啊，过来还有啥呢？即咱。今日开班，咱是咪排烟啊？啊，今日若轮到你调班，你才来排烟啊？这种会变作服务啦、服务啦，这种会算是有一种功德啊。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啦，这算服务尔啦。都轮到你，你一定爱来做，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所以这算是轮值，这种服务的功德尔。但是有一种功德真大，就是啥？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但是你提早来。提早来遮，提早来摆椅啊，提早来整理佛堂，哦，这种功德就大啊，安尼有了解吗？哦，就是讲无人叫你爱去做，但是你用主动、自动、自发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哦，这种较大，这种的这身份吼会帮你记起来。啊，有的咱来佛堂啦，今日来做啥，咱就记啥有哦，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看你记啥，伊就甲你记啥。所以较早后学。哦，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因为有法较散啊。我拢会写讲，今日来佛堂捐偌济，今日做偌济。迄天顶竟然嘛是共我甲你记起来呢。哦，天清清楚楚，可见吼、哦，有法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但是即阵就相信啦。真讲天顶有，啊无咧，他有法度讲，我直接写啥，天顶就写啥。哦，确实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确实啦，确实。哦，啊，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哦，我后下你看，拢有功德呢。后下内底讲吼，我有一摆板刀啊，板刀原本后下爱学习打毛巾啊。哦，咱伫门口共交代，叫伊刚困了伤晏，困伤晏，你去到佛堂，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啊，你就无代志做，我就互人进锁了，怎去？到遮佛堂啊？啊，拄我楼卡，我有三个求道人伫遐，啊，无人甲因。陪因啊，我来就讲啊，卖客气，来，食水果，食水果吼、哦。啊，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了呢。我食煞，诶，超值讲师就讲啊，咱楼上半道就去哩啊，因三个就去哩。后下想讲啊，无代志啊，好啊，啊无水果也食了啊，来等。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去佛堂，第一无做打毛巾，第二无陪谈，无半道嘛无伫后边，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拢无啦。唯一去迄个来佛堂做的就是啥？食水果，干那食水果，尔叫上天记号，哈讲，迄摆去佛堂食水果，安尼做到有功德，
哦，是安怎讲做都有讲到，啊，你拄好无人交代，你甲伊交代着，哎呀，你都伫遐安尼都有讲到。所以咱道场，咱即阵有伫办道，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诶。啊，你伫外口吼、哦、要成功了愿足困难诶。你讲观天幽香好啊，去外口添诶，有诶人诶，凡是伫拜神地诶有无？伫遐比赛大只迄种诶，你讲观落去变做杀生去啊咧。啊，迄观愈侪，毋是杀业愈侪，是毋是啊？所以咱道场无杀，那这个是较好诶。哎呦，我伫遐看哦，这种功德真侪，我着看甲足欢喜。啊，神龙着伫外口伫话讲，你出来，你出来。哎呦，我着伫遐，原本出来头，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啊，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安怎？着仰头啊，你知道？哦，我着想讲，哦，我功德袂少哦，哦，神龙我甲你平起平坐哦，哦，啊，着仰头啊，结果神龙。讲你卖欢喜，你卖欢喜，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我一看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啊，先讲这栋内底人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哦，你做歹代志，我的好代志是安尼，啊，歹代志是三层楼咧。哦，啊，先讲你嘛就去看，有块就来看。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一楼内底写的，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有块你要讲这就好。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甲咱乐观有关系，立愿啊，立愿了愿有无？咱就讲，咱有天下来道场啊，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啥，咱要度人有无？啊，大家有天下讲啊好，我度一个，我度两个，我度五个有无？啊，你讲我度五个，你就爱去度，你若无去度，这就变成立愿不了。上天伫看这种愿力有两种，这种第一种就是写表文的愿力。你有写表言呢？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哦，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的对啊。上天会派两个护法神甲你助道的对啊。啊，你若是讲立愿，啊，够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诶，等于讲咱出口成愿有无？这种诶，就是讲你嘴到讲诶这种愿，变成讲神佛，伊就是讲你要搁会记咧，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甲天上会通诶时阵，护法神才会对。啊，你若等你这个意念无啊，护法神就走啊。哦，嘛是有差别的对啊。咱讲这个愿力有哦，有的人讲啊，我有愿力就好啊，我不一定爱千口有哦。千口我食菜就好啊，我不一定爱落千口愿有哦。迄不一定哦。你若有立千口愿，起码护法神甲你对。但是你若无立千口愿呢，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迄就无啊。哦，迄无共款的对啊，这种嘛是有差。啊，内底后发看吼。一脑来的立愿不了的狗屋，啊，够另外一条嘞，另外一条人道未全那个，就是讲咱人道尽了无好，对家己的爸母要够恶业啦。来道场虽然讲哦做尽心的喎，啊，回去就冤家，哦，这种也袂使了哟，天顶你看袂使了哟。所以咱过一阵呢，咱来道场回去嘛是爱安怎？啊，做人好媳妇，做人好囝哦。你别讲哦，来道场叫做讲师回去安怎？吼、哦哦，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安尼个用话。袂使了哦，咱道是人道哦，天道对人道开始修，所以咱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虾米，你等于都是爱友好父母哦。咱道场是安尼，圣凡爱兼顾的对啊啦。哦，啊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未全那个。佮另外一点，就是予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后下伫天顶看到，内底有两条狗，两条狗是啥啥呢？就是讲因答应后下要来求道，结果无求。就是讲未记哩，后下未记哩，你知道无？无带因来求道啦。但是伊连讲好好，因要来求道啊，啊后下无带因来，叫天顶怎记上来讲啊？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哦，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嘞，也边啊写写十世，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才有可能来求道。佮另外一个嘞，边啊写啥？投胎转世啊，转三十世。伊等三十岁，佮去做牛、做马、做人，不管等三十岁了，才有可能来求道。我有啊，伫遐看看到卡灵手灵啊，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即个道遮尼啊尊贵啊。啊，后来后下病好啊，我就想讲啊，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紧来找因嘛，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啊，去到遐去找伊，无伫哩，因隔壁讲啊，你找伊要创？我啊，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用阿伯父啊啦，啊，迄、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出车祸死去啊。另外一个过去找赵干净死去啊。
哎，甲一个大小学一回，一个大小学两回啊。但是咧，天顶看到讲过去啊，你知道？回来才知影讲两个拢过身去啊。啊，过身去，因搁要求到咧，爱当十岁甲三十岁，一岁算三十年就好，啊，十岁都爱三百年咧。三百年才会拄到一个修道人，哦，这个时代无简单，所以咱讲即阵要办道求道吼，无遐简单啦。我阿小学伫天顶看的是安尼，甲大家做见证就对啦。啊，过来一楼内底吼，就是拢甲咱办道啦、天命有关系。二楼内底咧，甲咱佛规礼节有关系，吼，咱言行举止、佛规礼节有关系。啊，这部分哦，因为真济啊，拄好有前天有帮小学整理一本册。啊，各位人呢，若有闲，再去看一本册。啊，有啊，讲绝对袂使做诶，一部分好，大家就好啊。哦，绝对袂使做有几项。第一项，咱佛堂吼，咱佛堂是弥勒祖师诶佛堂。弥勒祖师上大诶愿力就是讲，不爱杀众生啦，不杀生就对啊，不爱杀生。所以咱来佛堂吼，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安尼有了解吗？咱来佛堂，就算讲要摒扫，迄有。有迄带啥垃圾啦，有蜘蛛啊，尽量卖甲拍死。扫扫下就好啊，扫出去外口，还是请出去外口。啊，那暗时啊，这佛堂开班班啊，真济点蚊啊香，但是咧塔门吼，你要开一旁啊，卖讲安尼，秘书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袂使咧。咱佛堂，这是咱老母娘的佛堂，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啊，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就是讲，天顶你看吼，迄种灵的部分，就是讲，你那帮啊，规个人你甲拆散，拆做帮啊，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规个甲拆做帮啊的灵魂，看超几万只，安尼就表示讲，几万只帮啊，拄好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啦。安尼有了解吗？所以咱人叫做全灵，帮啊叫做残灵嘛，变做幼啊，安尼尔一挂。啊！伊幼幼啊，伊要安怎才能够变作人？伊要来做长甲即个缘够有无？你啊，目中规个人可能有一万摆，伊都爱长一万摆了后，才会够变长来长做人就对啊。所以这你看讲天顶你看哦，嘛是真慈悲啦。所以咱哦尽量来佛堂拢卖太哦，安尼唔知做会到无？那有法度咱尽量做。啊，厨房呀有家抓有啥物有无？咱尽量摒清气。都袂有加抓啊嘛，啊菜啥该收诶该变诶变好，哦卖讲安尼坑对啊，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好、哦，第一来佛堂卖杀生，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人讲当地话啦，卖人讲，无都无，咱就卖讲，卖讲大概就伫啊，人迄店专属讲啥讲啥，人店专属都无讲，拢你讲，哦这袂使，哦那讲这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啊！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伊就是讲，那是讲啊，咱有的人讲讲要讲人歹话，拢我甲你讲，我偷偷甲你讲，你唔好阁甲别人讲哦。哦，是不是拢安尼嘛？但是这个就足好讲的，这个大嘴鼓出来就哇，四界雷啊！你虽然刚才甲伊一个人讲尔，照你讲，刚才算一条尔嘛。结果天顶你看，唔是这个足好宣传的，出来上要要五百个人知。你这条狗就变成五百条，你跟他讲一句话，啊，就变五百条。哦，所以来佛堂，咱唔好讲人歹话。哦，啊，互相爱，互相勉励啊。哦，咱拢是一母之徒嘛。所以咱若讲啊，什么人做不好，什么人做不好，这定义是安怎？不尊师不重道呢？是安怎讲？咱你嫌咱老师袂晓教，啊，唔只讲会互相批评，对不？那变成不尊师不重道。哦，所以天顶你看是安呢？啊，搁有一点，搁有一点，就是啥呢？咱来佛堂吼，佛堂唔好贪占佛堂的功德。什么叫贪占佛堂的功德？困倒定定会做，因为较早有法定定伫厨房，厨房有阵时拢会剩真侪菜有哦，真侪菜大家拢安怎处理？啊，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拢无甲店员主讲咧，这袂使的哦，安尼了解吗？咱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现在佛堂要有大家吃的，就算吃不了，那嘛爱点元素，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啊，安尼咱都分真侪侪，大家有法多尽量退回去，安尼都无罪过。啊，若无讲，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你偷退佛堂的物件，安尼袂使，安尼了解吧？哦，啊，佮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那是讲佛堂有两下有献果，还是献什么物件？
迄是人献给佛堂的。咱有当时啊，咱来佛堂，咱拢大珠大意了，讲转送出去有啊。转送出去也人讲啊，讲者，讲啊，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哦啊，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我安尼唔只无讲占着人的功德，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咱知影真侪道亲，有诶道亲吼，像我真爱民主，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伊希望讲人会甲报，你知无？咱拢唔知影，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然后变相考人，安尼无好，变相讲考验啦，安尼无好。哦，啊，二楼内底拢是上这啦，有规礼节啦，哦。啊，到三楼诶，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愈有就对啊啦，愈关定愈有。啊，起心动念拢写啥呢？咱有阵时想贪想懒啦，啊，要讲害啦，要讲骗啦，天顶拢会记哦，哦，记较详细。啊，有阿弟啊，看看甲讲，哇，真艰苦。欸、原来我嘛是安怎，罪过满身呐、啊，吼、哦！啊，神龙在底下话讲，你来，你来，我来看到神龙，我都唔敢讲话，我都跪落来哭啊！啊，求神龙下罪啊！啊，神龙讲，你卖惊，你卖惊，今日让你看到这吼、個，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啊，神龙讲，伊讲，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还是你的过也好，吼、哦，即阵你伫道场修道办道，啊，将来啊，功完过万，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了。还你本来的面目，啊！你那十进十退啊，三心两意嘞。你做什么因，你就爱受什么果。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杀人，后世就爱行命。哦，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已经脱过啊。但是后世嘞，你若不爱修，后世你就爱行，同款意思的对。啊，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你有一个机缘，哦，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了。哦，啊，神龙安尼手一杀咧，又发光，慢慢啊，才对天顶落来。啊，落来啊，那跪伫文昌顶哦，我哭甲跪个啫。遐等一下，人讲个鼻涕眼泪哦，流甲跪，跪个啊。哦，遐可见，又发唔知啊，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啊，当初神龙讲三年，又发嘛唔知影，一直到安怎呢？过三年了后，啊，这三年中间啊，一寡道亲知影讲哦，又发出车祸。啊，有一个经验啊，所以有当时也会去讲，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结果三年一到，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因讲要出一本《仙佛显化》专辑，啊，就找游客去做。哦，我找游客讲啊，希望游客写出来。哎呀，写写，结果一直到10月5号迄本才出来。啊，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游客出院迄天，拄好满三年。一本出来都要满三年，哦，这是来神翁神功，后壁才用。啊，过来咧，迄、那个刘君良刘讲师，咱知影《法医崇德》的主编嘛，咱编咱杂志的，啊，伊就进前就先请游客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啊，就去遐讲，啊，游客就讲啊，神翁当初讲三年一个，啊，刘讲师伊就甲游客即段话怎编伫后一期的啥？一本崇德法医崇德月刊内底，感应三千内底，要先甲编入去。但是咱这订吼，咱这订杂志，大家拢是进前一个月、两个月就先订，讲这期的就对啊，拢先订，唔知啊嘛，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啥物内容啊。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范讲师，足神奇的呢，过去吼，逐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平均差5000几本安尼。用这期几本你知哦？21500本，我无代志加几倍，加4倍出来就对啊。哦，啊伊就讲啊，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应该大家加。啊，因为就是安尼啊，所以后下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甲各位神人分享啊。哦，啊这就是讲后下对这个求道、修道、办道，以及出车祸、哦退道啊、出车祸啊，甲今日。一张经过就对了啦，哦啊，嘛是算讲和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我咱了解讲，咱道场常常你讲，哦有三真呐、啊，三真海位，三真呐、啊，哪三真？道真、理真、天命真，嘿、欸，都、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我、哦、今日小学伫只也能教各位前贤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讲，哦，保证讲啊，确实，哦，神佛拢唔捌骗啦，拢是啥？咱伫骗神佛啊，天顶确实就有这种戒律啊，有一个天啊，天顶的殊胜吼，确实足重庄严啊，神佛确实真慈悲啊，吼、哦、真慈悲啊，大家咱若有法度，咱来尽量去修，有法度去度人，咱就尽量去度人。
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免紧哦，咱尽量咱的脾气啥，咱就爱安怎吞吞的调就对啊。我卖讲时大呢，乌白动脾气，这无明火拢无法度就对安尼，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哦，啊，今日休学就讲到这，啊，各位在现场有人有问题？有无？哈、啊，有命，大家一定爱成功哦！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也讲声的对啊，所以外国人的那求道登去，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但是也用伊哦，伊那个会向英文，伊就出英文的声，可以了解讲哦，这个是写什么。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我天顶啊，设想做做到的，啊，伊都安尼，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你看到迄字就有声。所以后下等去